今天是2022年10月31日，星期一，这是十月份的最后一天了。同时，腾讯音乐游戏榜最新一期的周榜也公布了，恭喜周深新歌《花开忘忧》再次拿下了游戏榜的周榜冠军，并且也实现了7连冠，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又将刷新游戏榜和周深本人的新纪录，静待官方发布喜报吧。另外，在歌曲五大维度方面，歌曲《花开忘忧》依旧在推荐度方面实现连冠，这同样也刷新了游戏榜单项评分的历史记录，再次恭喜周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编在上一个视频中的预言也实现了，周深的新歌《奔向你》真的闯入到了游戏榜的前十，而榜单的前十名，周深的歌曲数量达到了5首，也就是说，榜单前十有一半是周深歌曲。如果单论榜单前五的话，那么周深的歌曲更是超过了一半，达到了恐怖的3首歌曲。更加不得不说的是，这首《奔向你》和歌曲《花开忘忧》在本周游戏榜的实时榜中暂时位列榜单前2名，歌曲《花开忘忧》更是要冲击周榜8连冠了。这首歌曲已经走到了现在，后面的路就不设限了吧。其实好消息不只是游戏榜，台湾音乐风云榜同样传来好消息，周深的歌曲《花开忘忧》重返周榜冠军，这已经是这首歌曲在该榜单的第3次夺冠了，而且之前还是2连冠的好成绩。如果再加上小编上一个视频中提到的马来西亚购炫20的榜单冠军，歌曲《花开忘忧》实在是了不得了。不过这首歌曲还不止这些成绩，在东方风云榜季榜金曲之战的票选活动中，歌曲《花开忘忧》目前已经得到了超过4万的热力值，进一步拉开了与后面歌曲的距离。视频最后说一个热搜，《奔跑吧功夫》篇定档11月4日火热被传播，周深终于要来了。而周深说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周深了，那就让大家共同见证一下新的周深吧。从本周五开始，每周五晚上8:20，一起看周深在《奔跑吧功夫》片中的名场面吧。你最期待看到周深的哪些场面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